怎么没有写价钱？这好像换包装了耶！我要买这个面膜哎，还有锅子。我想说它怎么会有卖冰棒？原来是入浴剂耶，也太好玩了！居然还有这种可以拿着走的加湿器耶！这什么？用米做的面膜，片要700，有一点贵。也有这种早上专用的面膜。名字也有醋香水吗？也太好玩了！这款的防晒看起来很厉害耶。好帅哦！居然有可以消毒又可以保湿的耶，这个看起来也不错哎，而且是樱花的味道。新的耶，再试看看好了。为什么放着就可以除菌呢？皮卡丘的糖果，排得好漂亮哦。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寿美。看起来好好吃哦！罐还蛮好用的，很推荐。三种口味的抹茶耶，
点后悔买苹果，好重哦。兔子也很可爱耶。七只八嘎一个字。要自己贴的。